这不是一个花拳绣腿的年代。这是一个论真功夫的江湖。古语有云，小隐隐于山，大隐隐于市。真正的高手素日从不显山露水。要说到我与这位武林高手的结缘，还要从那年的秋天开始。要是晴天的话，就得直接漂亮漂亮的。你倒一下你去了，我保护你，快点。我不会保护的。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位武林高手的生平。他师从武术大师。贯通十八般武艺，散打、射击、梁上藏，而且身怀绝技的他，还为我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雕塑秀。颜值爆表有没有啊？然而即便是我们如此超凡脱俗的林大侠，也有自乱阵脚的时候。你哭什么呢？自古英雄爱美人，兄弟我深表理解。俗话说得好，虎父无犬子，我们么么哒小小少年 Kimi秉承父亲的优良基因，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小神枪手。看来这林氏父子可是要在江湖上走一遭了。今天的月轮解说就在这里，2月19号看爸爸假期，咱们下回见。